一下框，老哥。0.4，算了，我决定我要去随便人家家吸一下阳寿。嘿嘿，我来喽！不会啦，反正我自己都不会跳框了。来，哎，吸到阳寿了，好爽！要不要吸三炼狱？11颗罕见不过分吧？哦！再换一个人的家，我要看起来啊，这个。你看，好扯哦，跟超扯的耶。这都西大的床，罕见的，不会传说吧？